来文化，咱来歌，好歌甲恁斗阵听。大家好，我是来剧组乐团。非常欢欢喜吼，今仔一次呢，会搁你家甲恁所有好朋友吼，来自己的音乐相遇吼，来交流啦吼，非常欢喜吼。来，今年是2020年啊啦吼，啊个十几天在咱的新年过年啊，在咱的农历过年啊吼，啊你而且吼先甲恁拜一下早年哦，李安。今年是鼠年呐，吼，希望呢，安尼，咱一切健康哦，都上平安吼，哎，平安拢做平安顺遂的啦，吼，啊，大家拢会在赚大钱啊，吼，来，伫这个今天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啦，当然，一边呢，为咱大家先来安排一首吼，非常应景的一首歌曲吼，《Beautiful Sunday》，来，快乐心情美丽星期天，来，献来咱所有的。好朋友吼，希望咱大家拢一个非常快乐的星期天下午吼，谢谢美丽的星期天，来，接着咱的鼓一下，来，台湾的曲库来，所有的团员来鼓励一下，谢谢。先介绍咱的团员呐吼，和咱所有的好朋友来认识一下哈。来，首先来介绍由我们严松好严团长所带领我们 H 度乐团，来，我们吉他老师们严团长，严松好严团长。来，第二位呢是我们的黄俊哲黄总裁，是我们的萨克斯风老师哈。来，再转到这位哦，我们就要求你的音乐，你若一看因吼。自细汉咧唱唱跳跳哦，到即摆咧弹琴安尼吼，你的成长过程中，我相信恁大家拢会看到恁大汉啦吼，对吧？就是阮的静伟，我们的 keyboard 手，谢谢。来，再来这位，嘛是我们的小可爱，我们的小提琴手，我们的伟林，谢谢。来，我是红茶冰。
因为我是玉云哈，我担任我们 H 度的主持人哈，他们的所在哈，请伊拉多多指教我，多多包涵哈，来，所以呢，安排好听的歌曲，我们由我们的黄俊哲，我们黄总裁，也为我们大家带来这首《幸福在这里》。伊讲吼，有恁的所在，就是阮的幸福的所在啦哈，希望恁能够多多多支持较多嘞哈，谢谢，来，用中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。向歌手公演奏《幸福在这里》，来，请他的朋友香港王黄总裁过来，谢谢。对，伊这首歌曲是咧青藏高原，伊个青藏铁路啦，吼。那首歌叫天路嘛，天路它就是一直在说青藏高原，交通很不方便。然后后来青藏铁路完成之后，就形容说这一条铁路叫做天路。哎，所以这首歌曲它原唱是八声。哎，对，所以吼很好听，来，咱先来欣赏这首歌曲。天路，来，今天朋友想跟我们亮宇小姐过来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他们。
观众朋友大家好。所以呢，人家唱歌吼，每一个人唱出来声音吼，不一样。
上会壮观的吼，就听吼，来，接下来，山兰呢，因为我为咱大家带来一首咱早起咱语音老师吼，一首非常好听的国语好歌，爱在夕阳下，非常适合即摆听，黄昏的时阵呐吼，爱在夕阳下，也是献给咱所有现场的好朋友吼。
一下，骗团的四位好朋友，谢谢。来，接下来安排我们的小可爱，我们的伟林。哎，我小可爱哈，我伟林哦，我相信大家啦，拢看大汉的啦，因为安国小大概二三年级的时阵哈，啊，一开始是唱唱跳跳安尼，啊，即卖来过来干去了后哈，啊，开始来学了小提琴哈，来，已经今仔日呢，伟林大家都来接收，来听老歌吼，嘛足经典的哈。这首歌曲呢是日本曲所改编的，作词呢是咱叶顺林老师演唱的，咱安永老师嘛演唱啦吼，啊咱叶克典老师嘛演唱吼，啊编曲是咱的许志煌吼。这首歌曲《心心相爱》，来，我为你等下要落去看，啊咱所有好朋友无感情，嘿，希望呢咱所有好朋友哦，唔通袂轻易听咱电视的破话声吼，来为你咱先甲咱的好朋友请安问好。大家好，我是文玲。啊，马龙看到那个屁股吗？来，安娜，跟咱所有的好朋友们请教一下，他们跟他们拜个早年。祝大家新的一年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。我就必死了啦，谢谢。来，心心相爱。就敢丢金了。来，听到咱所有好朋友哈，心心相爱。
来，我们的古芳小姐，古芳小姐来，今来要来，咱大家都来这首哦，这首歌曲嘛非常好听，嘛是拢早前咱日本歌曲吼，咱伊嘛有改编吼，对，伊早是这个。日本的那个电影的啦，对，强巴拉的啦，大家叫啊，强巴拉的啦，潮来历，它是一个武侠片，嘿，哦，伊的台语歌曲叫做《迄个小姑娘》，对，啊，日语的那个，啊，来，一大好拉萨啦，啊，什么呀？一大好拉萨，一大好拉萨。跟他们写那个对吧？哦，对，来一般吼，那唔捌讲过这首歌的人，拢不是安尼讲，是哦。啊，有的就讲吼，去来开咧啥的呀？哦，小可有迄个音吼，小可来讲了无迄款的发音来，咬字发音来无啥清楚吼，都歪去啊。其实这首歌嘛是非常的轻松，嗯，就好听，就好听发的。而且在做朋友应该拢对这首歌应该都是熟的，来来来，共同来欣赏这首歌的发的。迄个小姑娘，一打空啊啥？来，就来摸一下，摸一下这个，来，谢谢。来，各位这边，非常感谢你来，来共同来欣赏这首歌。一打空啊啥？我为你想起你，
祝福我朋友，我们天天都度过一个非常美好的下午时刻哈，傍晚时刻。哎，我们刚刚的那个许先生有颁奖呢。哦，谢谢我们许明才，我们许，没你们是老师的哦。老师对啊。对啊，我听讲你咱台南嘛是数一数二不一级棒的老师了。长得又帅，是哈。非常谢谢我们许老师，谢谢，感谢你的打赏，谢谢。也非常谢谢我们古芳小姐哈，明天大家都来一首《正义在后天》的一首歌，非常谢谢。来，接下来接下来呢，感官与文堂百分百关系哈，由我们黄卓才哦，三个小朋友演奏，里面为咱大家带来一首《东京葫芦丝》。好，伊台语叫做《彼岸的马路》啊，啊，国语嘛一首歌叫做《遥望海波面》哈，这首歌曲哈是描写一个怎么变好，又怎么来改变感情啊，或者呢？安都有去啦哈，你的心情、你的感伤、啊、感慨啦哈，来由我们的黄俊泽黄总裁哈，为咱大家来送上一首非常温暖的歌曲《东京葫芦丝》，来进来摸一下，给我们来一首温暖的歌曲，谢谢。
真不好意思，其实歌曲吼，不管是好听的歌曲来用唱的啦吼，还是用家己来所演奏，不管是每一种歌曲吼，演奏出来拢有同款的味啦吼，非常好听这首歌曲吼，我真不好意思，谢谢。来，接下来稍来安排我靓女小姐的代表作，先来大家听歌，唱我听的歌曲，我们大家好朋友来欣赏吼，这首歌曲呢是。演唱者是咱易文华老师哈，啊，作词是咱周天文老师，作曲是咱三倩女哈。啊，伊这首歌曲呢是咧描述咱农家的女孩子吼，比比阿公吼，比比哥哥吼，啊，伊咧做哩拍拍迄个无奈的心境啦，吼，非常好听。哦，有念哦，你随便装了，哈哈哈哈，用刚刚变一个人吼。现在是可爱的宣传路，所以要唱出伊的心声来，借咱的好声叫人欣赏。这首歌听歌曲《红粉娘》，来共同欣赏，谢谢。三月无凭拢山
足侪老歌吼，那搁家己边来唱，搁家己来听。其实呢，以前老歌你写了那些励志都非常的好吼，非常好听，拢做一个感情拢就从这写实的很实，啊，所以做好听吼，尤其有我们两小姐唱起来吼，哦，更加有感情，更加好听。来，小娜的朋友现在继续改歌，谢谢，来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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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欢迎你啊，好，谢谢。来，接下来，哎，我摇摇臂嘞，来。再一次邀请我们古芳小姐哦，我们古芳小姐呢，哎，一定为咱大家分享一首非常好听的国语歌曲《爱江山更美丽》。这首歌曲演唱是咱李丽芬小姐哈，啊，作词作曲都是咱小虫老师。阿姨，这边我咱李丽芬老师哦，与作者得意的笑啦哈，哦，爱不释手哈，恭喜非常好听这首歌曲，来推出一首。台语的歌曲吼，也好像叫做春天的回忆。这首歌曲也非常好听吼。因为这首《爱江山更爱美人》吼，本来是无讲做春诗，都叫迄个国民党五位候选人，五党籍候选人啊。哦，他是五党籍，可是那是用国民党去初选的。不是哦，叫什么？什么瑞呀？五二回行的，我唱一个三回转出名的。所以这首歌给过呀，哦，足侪人一直在传唱的啦。对啊，那这首歌词也，毕竟还是要有对对对呀。来，咱共同的欣赏，一歌词内底是咧写什么？好，来，接下来的朋友想跟古芳小姐过来，谢谢。大家共同来欣赏吼。好，对，过来。咱阿婆啊，给老累起来啦。谢谢你。老尖叫声嘛，袂歹啦哈。恁老婆叫，我家己叫。来，共同欣赏一条歌曲。共同来欣赏。爱江山，更爱美人。谢谢。Oh,
欢喜的酒呀，不醉花羞，冬天那个迷人那西边风的流，来呀来杯酒啊，不醉不罢休，初情是月满心红，人生短短几个秋呀，不醉不罢休，是一个良心是的时候有闲有事的时候嘛，那就是爱江山更爱美人。不然我演团长都爱美人了，我爱江山了。要写嘞，阿伯爱江山哦。阿是不要那种面包糖开心哦，我当然准备给你啊，所以嘛，所以都是叫爱美人的好啊。你把它倒起，你拢袂记。啊，是啊嘛，唔免啦，你唱到这好听，我来去甲你端一个哦。丢你拉一个，挂死我。不要紧啦，有时候往往都嘛会哦，对不吼？对啦，不介意啦，不介意啦，听不出来啊，哈！伊拢大家拢听到放去，其实你也无讲，大家拢唔知。真的哈！是啊，大家拢沉醉在你的歌声里面。再次感谢朋友你的欣赏，感谢，谢谢，来，也是非常谢谢我们吴芳小姐。好，来，接下来所来的安排，继续分享歌曲，有我们的可爱的伟林，那我们伟林呢，再几次来为咱演奏小提琴哈。感谢你演奏啊，演奏这首《爱的修罗》。这首歌曲呢，演唱是咱洪龙洪老师哈，作词是咱洪印老师，作曲是咱中村泰士。这首歌曲是由我们日本歌曲所改编出来哈，非常轻快的这首歌曲。来，演奏咱演奏所有的朋友哈，谢谢大家共同欣赏好听的歌曲《爱的修罗》。
曲哦，非常轻快，非常的看一首歌曲嘛，爱的小路，来，左奶奶，哎，有我为咱大家带一首，咱超级咱陈小云老师哈、哦，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，爱情的骗子，我唔信，来，非常好听的歌曲嘛，来。来，共同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。这首歌曲呢，是咱陈小云老师所演唱的。啊，咱作词是咱蒋景宏老师，啊，作曲是咱余龙华老师哈。哎，早前这首歌曲嘛，作轰动的。我这首歌曲，我记得我是细汉的时阵哈，我蛮听蛮听的。哎，拢这首歌曲，迄阵嘛作轰动的吼。来，共同欣赏好听的歌曲，《爱情的骗子》。爱情的骗子，你的良心在哪里？
肯定。刚有歌曲咱以前的回忆吼，这首歌曲非常好听哦，谢谢。阮落去时阵，咱的好朋友讲哦，这首歌真好听，不是我歌唱啦，是阮今仔印象，阮韩大哥的印象调了非常的好听哦，非常谢谢我韩大哥，谢谢，感谢。来，接下来哎、哦，终于阮严团长要出场了，阮严团长吼，一定很好，多谢非常好一支。学生时期吼的开心的记忆，啊，后来呢进入咱台师大乐团了吼，感谢您的打赏，谢谢。啊，进入台师大乐团了吼，咱台老师讲的吼，有一首最红的唱单吼，是为严松豪严团长吼，入去录音室吼，啊，大记大记的录制的啦吼，来，欢迎严团长来为咱带来这首非常好听的演奏歌曲以及他混曲。这首《老鹰之歌》，哎，这首《老鹰之歌》是什么人的歌曲？英国的迄、那个，一个，听说迄个，你要哪讲？迄是一款叫什么族啊？我嘛唔知。啊，今仔日记啊，年纪哩无要紧，咱先来欣赏听下歌曲吼。来，我们的吉他，好，印第安纳人，来，欣赏听下就一首歌曲《老鹰之歌》。来，掌声鼓掌，感谢董长哥，谢谢。
歌曲吼，大家咧夜深人静的时阵啊，静静啊听啊，咱会当我们淡淡的哀伤嘛，非常好听一首歌曲哈。来，接下来安排我靓颖小姐哈，哎，伊要为咱大家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。可爱的回对，这首歌曲早前是咱莫静怀老师哈，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。啊，咱作词是咱徐炳斌老师，啊，作曲是咱莫静怀老师哈。这首歌曲咱江蕙啦，江蕙二姐哈，跟黄怡玲哈，诶，跟陈蕾哦，作词人弄翻唱的，好听就是这个样子啊。大家拢一定来翻唱来传唱哈，来共同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《可爱的回对》。来，给大家所有的好朋友，谢谢。
华尔兹的风情哦，非常甜甜的光景哦，非常有一味道，非常有感觉。非常谢谢我们亮瑜小姐，谢谢。来，所以呢，来安排呢我们的手风琴演奏哦。来，我们手风琴老师，我们徐老师哈，哦，我头拄仔本来要甲讲哦，我会传大一支手风琴来啊，体验来是要甲讲哦。哎，那个李炳辉，哎，李炳辉老师嘛哈，你嘛看一支手风琴，伊阵本来要安排叫你这支手风琴过来，叫拿演奏出来。哎呀，是啊，伊诶，帮我哩，有那有哩空中有演奏啊吼，所以紧来，遐刷了紧冲过来嘞吼，哎来，共同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《几度花落时》，这首国语老歌，我们首歌听来，由我们许世雄、我们许老师手风琴演奏，来，咱共同来欣赏好听的歌曲，谢谢。歌曲啊！我介绍一下，这首歌伊的原曲是日本歌，从米拉米拉哈拉尤美桑，叫做《南方要嫁的新娘》。我这个歌词意思，只我较早不来车卡头唱，啊，即马卖接别人的时间，广告到介绍到这的，谢谢。其实吼，咱手风琴吼，伊要演奏，它非常的无简单吼，要演奏，演奏手风琴嘛，非常无简单吼，非常困难。所以咱来啦，恁一般啦，要看到手风琴演奏吼，嘛较少啦吼。来，
非常谢谢我们徐老师，谢谢。来，接下来安排我们古芳小姐，哎，这一组要为咱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《宫暖花》。这首歌曲呢，是咱由咱周天翁老师作词哈，由三栋老师所谱曲的哈，哎，发表于1952年哈。非常好听一首歌曲，哎，时间的关系，咱就卖上歌来先听好听的歌曲，好来。宫暖花，谢谢。感伤一首啊，非常老的一首歌，万载有成名哟。哈，咱共同来欣赏一首《宫暖花》，谢谢。
首歌曲哦，继续播给我们晚会来。所以呢，时间的关系哦，咱欢乐时光哦，过得总是非常的快啦吼。哦，就唔敢甲恁讲再会的哦。希望咱下一次会敢再一次来甲咱支持甲鼓励。阮下一次的演出是伫咧五月初三吼，啊，唔知有要甲阮安排迄个春节特别节目无啦吼？啊，嘛爱看咱文化中心甲我安排，个人有机会啊，希望春节咱来跟哥。最近来见面啦，阿妈希望恁两个再一次来跟我们齐齐高高来，来最后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哈，由我们小提琴手来为我们演奏这一首《孙喷喷》哈，来马来感恩做一个 ND 啦哈，非常感谢哦，咱所有现场的好朋友哈，来到现场来我们齐齐高高来哈，最后演唱一首《孙喷喷》来，大家共同欣赏，谢谢。平安哈，谢谢。啊，那天气较冷哦，嘛希望咱大家拢穿较少的哦，啊身体哦健健康康，谢谢，感谢你，谢谢。